日头食菜头饭啊？这咸菜头有点食菜头饭吼。有点。无交代的，全无影的，懂的。无，你爱发钱来搞，搞完无影。无话食菜头饭。卡飞去钓呢？啊，去钓去钓咧！你今日买最好吗？这年了无拍算我做。有啊，咱做来做咧，因为西班守住咧。啊，无热热就西班，最热热专业喂，最水火，直烈烈，专业卖猪肉30年。对啊，上火力。啊，我们看，打了个折，几多？10块。10块，好。一届够。一届够啊，一年当。有哪届啦？哪届嘛？哪届啦？现在菜汤加人气，今天萝卜焖饭菜汤铺安排萝卜两个，送两条芹菜，香菇、虾米、香菇豆，还有一点沙头干贝，懂没？现在泡大米，这个米平时吃多少人下多少米就下多少。我们这个是6个人的分量，先把它浸泡一下，看这米汤，本地的米。再把萝卜削皮，杂菜汤店用来焖饭特别好吃。把头尾切掉一点，再把它切成一节一节的，切丁备用。同样的，把它切丁，再晾。芹菜把叶子摘出来，留着煮汤。再把汁给切小。起锅烧油，锅烧热下油，洗干净的五花肉先把它下锅炸出油。炸一下爆下爆的，炸到这样下爆下爆，再把香菇加米放进去，香菇够。下萝卜、菜汤，萝卜稍微翻炒一下，来调点味，盐、胡椒粉，再来点鱼露，稍微炒咸一点啊。把米倒进去，翻炒均匀，关火，把它移到电饭锅，加水，水切记不要太多，跟食材持平就可以了，上锅煮。焖香米饭，放让它煮，来煮点牛肉丸汤。这是潮州观塘的牛肉丸，煮7-8分钟，来加点鱼露、芹菜、蒜头啦、蒜头酥。想吃正宗的潮汕牛肉丸，找三哥，实行缺蛙。汤好饭熟，香，阵阵香味。趁热撒上芹菜。搅拌均匀，香，5P要不？5P要不？好，5P香好吃，哇，真是高攀啊！是看节目，有点少估计。添饭，萝卜焖饭菜头饭，有菜有肉也有饭，一锅搞定，简单方便。这锅饭唯一的缺点就是费饭，每次午餐吃菜头饭，我都要多吃一碗。一锅菜头饭，香。各位。